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静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是笋在傍晚，而且是阴天的，阴天的时间给我多肉浇水了。因为多肉的土太干了，我有一些收空粉的，我挖进去，全部土都干掉了，要补充水分了哈。要傍晚啊，要阴天，这样就是对着这样的喷，浇了就要浇透。看我的淡水，这一台浇完了啊，这边呢。因为每天天气预报都是小雨，有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是快有台风了吗？快下雨了吗？”不下啊。哇，这个土头有点干一点，太干了，土都下沉了。真的浇水很爽啊，浇就要浇透，干有水说有些人是进盆的，因为这几天下去，啊，气温都比较低，都是阴天的，还会下点小雨。哇，布丁，布丁好像慢慢变红了啊！现在你看到我是浇透了啊，浇了要浇第二遍，因为它水有的时候没渗透下去。
看一下，我这次浇水就是要给它浇足水的哈。要选它阴天啊。绿灯笼有点红了啊，叶子有点红了。浇了就要浇透。好，今天给楼顶所有的多肉都浇水了。大家可能会说，为什么台风天了还要浇水？因为它雨啊只下一点点，多肉只是淋了一点点，这样更滑。这样子它很干了，你只给它一点点，那还不如给它完全浇透。我就这样想的，因为它这个雨不厉害啊、我今天下了好几台。多肉啊，那个盆面还没有湿透，所以说我还是给它浇水了哈。大家看，我是这样浇水的，这肯定会浇透的啊。这时候还有一点小雨。没像以前那样是用喷雾的啊。不浇了就要浇透。好，今天给我楼顶多肉啊浇水。
就到此结束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